生活底色似乎就是永不停息的轰隆声，一切都被安置在铁轨上，摇摇欲坠。起这么晚了，帮我看时间了。我不要吃这个。好好好，等会再给你做别的啊。就是爱宠的，都给你宠坏了。哎呦，不吃了，时间不早了。哎，你今天早点回来啊。哟，妈妈，这是什么？米莉啊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？都还蛮好的，刚从网上边回来。那前几天和你说的让陈军帮你弟弟找个工作的事怎样了啊？妈，陈军最近等到升职了，现在找班都没七个月跑出去了，实在是不好办。哎呦，你俩好歹也是一起长大的吧，你怎么气得跑外呀？你现在看你弟弟天天在家躺着没得事做，你心里就好受吗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就是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在看着大自然，而是大自然在看着我们。不是和你说了吗，今天早点回来，好不容易等到今天的。领导要留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二胎了？是爸妈说了，又不是我说的。算了算了，跟你说了，那批货一定反复确认才行啊！我昨晚做了个梦。行行行，我现在还有点急事，等会再聊。
哎，跟我说，我现在马上来，等我。为什么啊？就因为打水漂打不过人家？因为蝴蝶扑他们，不是你。妈妈，我们今天吃什么呀？晚上给你做排骨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是有人做什么胎记手术的前后对比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哎，你别不理我，你难道想戴这个围巾戴一辈子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从这个鬼地方搬走？我真的有点受不了这个声音了。你现在不住了好好的吗？啊，吃饭吃饭。没有啊，我要洗澡。马上了。快点。哎，别拍了，快来玩了。十五二十十，十五二十五。哎，你喝。没有。没有。喂，玩够我相机没？快还回来。
得这么漂亮？出门了？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你能不能把这个音乐关掉啊？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我爸妈说了，我们还得生个二胎。你们家把我当做生育的机器了吗？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。再说了，小兵生下来你有管过吗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你弟弟工作不是我找的啊，小兵的学费不是我交的。那我的事儿呢？你有关心过我吗？你有把我当做一个人看吗？我怎么没办法你当做一个人看了啊？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了，我累了。在这场窥视之中，我被说不清楚的东西迷住了，一种沉默但剧烈的爱升腾起来。我想这是平庸生活中的一针兴奋剂，是久旱大地难逢的一场甘霖。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，说是有个东西叫雪盲症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当四周只剩下这个漫无边际的白的时候，人的眼睛其实找不到可以注视的焦点，时间久了日光照射过来，眼睛就会感觉到强烈的灼痛感，甚至会失明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好像是在这样一片皑皑的白雪当中。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对着镜头自言自语了，但是这一次我想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吧。一直在想，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道命题的话，我的这道命题应该是逃跑吧。从中学时代开始尝试逃离老师那种死板式的说教，到后来上了大学，离开了那个生活了上千个日夜的无趣城市，来到这里，我好像总是在期待着发生一些新的事情。确实在这儿我也交到了一些朋友，但是我仍然觉得很无聊，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忙着工作生活家长里短，日复一日的在重复着一些无休止的东西，琐碎的情绪填满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空隙。我也在想，难道说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吗？雪地之外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另一片想让人逃离的雪地吧，但是也可能是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春天。如果我不去看一看的话，我觉得我会一直带着这个困惑在这儿老去，直到死亡。所以我要走，我要离开这里。小兵，嗯，要是妈妈走了，算了，写作业吧。
天气啊，早上好好的。你是现在咋联系你的？哦，这是我的相机，谢谢，进来喝杯水吧。坐这儿，你倒杯水。谢谢。相机里的东西你都看过了吗？哦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对我而言一些比较珍贵的回忆嘛，然后看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的。我看过了。你说你想离开这儿？嗯，对，那个是我前段时间录的。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？周日吧。这么快？其实也不算快吧，之前一直都在犹豫，然后也是最近才决定的。哎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也想走。你也想走？那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去哪都行。去哪都行。反正得离开这儿。你不也有这样的时刻吗？不顾一切的想要逃离的时刻。你今天不着急吧？嗯。那帮我送一个小兵吧。有什么事？没什么，就是去见一个朋友。再说了，你一次都没送过他，就帮我一次。好，走。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嗯。嗯，我们走吧。我接吗？骚扰电话。走吧。嗯。你什么事儿啊？老子说小兵跑了，喊着回去找妈妈，现在哪都找不到他。今天早上出门，小兵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去跑哪个地方去玩去了吧？你就不能去找一下他吗？小孩子嘛，能跑哪里去？说不定跑回家了呀。怎么了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这回真没空。哎，不跟你说。
们什么时候能够从这个鬼地方搬走？我真的有点受不了这个声音了。你别不理我，你难道想戴这个围巾戴一辈子？你弟弟工作不是我找的，小兵的学费不是我交的。好像不是我们在看着大自然，而是大自然在看着我们。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忙着工作、生活、家长里短，日复一日的在重复着一些不休止的东西。老师说小兵跑了，喊着回去找妈妈，现在哪都找不到他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的世界混乱了，我开始怀疑，这是一场真正的逃离，还是一场重蹈覆辙的悲剧？火车的呼啸声又响起了，太近了，这次是近的几乎要碾过灵魂的近。